东西，他是个好人，坦率而且很有责任感。我也是新进员工，你不要偏心许东西，我会很伤心哦。立刻给我放手！力气很大吗？放手！我不放手！就叫你放手！你才先放手！哎呀，你这个无赖！啊！真的？啊！你有喜欢的人吗？智障！跟我在一起吧，我们两个正式交往吧。周一至周五晚间7点，Even More实时做，加油我的人生。